一大早的，你来民政局干嘛呀？我给我妈送早点来了。我爸说了要给我妈个惊喜，让我特地过来一趟。乖，我家那老头也真是啊，模范丈夫。哎，行了，不跟你扯了，我要去结婚了。去吧。啊，你俩这大早上的。 还要排队啊？来得及吗？可能要改天了。姐，你结婚事儿家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我现在没空跟你聊天。陆晨一会儿要走，你在这儿最熟了。像这样要排多久啊？姐夫着急走啊。对，队里有任务。等我一下。 那个，不好意思哈，二位，那个，我姐夫是个特警，他今天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能过来领证，领完证立马就要去执行任务。您看，咱能不能换个号？我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当然没问题。谢谢。这算是插队了啊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给你们道个歉。我刚想说呢，他们不换我不换吧，不然他们赶紧办，别耽误正事。谢谢。那咱换过来吧。姐夫来吧，人家同意了，让咱们先办。 谢谢，这样好吗？咱们着好急吗？不是，客气啥呀？麻烦大家了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感谢各位。那个，你们要不先排着，我去我妈办公室拿点喜糖，给大家分一分。今天好日子，我先过去。先去那边拍合照吧，有老师傅在，也可以自助拍照。 但是我建议你们让师傅拍。为什么呀？师傅有感情嘛，能把你们逗得更开心。<笑>谢谢。其实我一直梦想在你们警队拍婚纱照。记住，只要上面允许，一定安排。 如果在警队，是不是不能穿太华丽的婚纱？这样会不会显得不太严肃？看你高兴，想穿什么穿什么。姑娘，咱们先拍照。好。看你高兴，话就多。结婚，谁能不高兴啊？<笑>咱把高兴都摆在脸上啊。好嘞。